炎重天练成天炎神功，功力倍增，其天炎真气可燃其苍生渡恨之心，焚戮一切，大肆毒害百姓。蜀山生灵涂炭，哀嚎遍野，最终凭借剑圣的万剑归宗，将炎重天镇压在万剑中。魔头马上就要解禁，大敌当前，还有心情吃果子？哪儿还有一点剑仙传人的觉悟？我连心跳都没有，又使不出万剑归宗，您还说您这个剑圣选的不随便？我告诉他，臭小子，没心跳才是剑圣的典型标志。切！走！陆山，陆山，这可不好玩啊！曾老朋友，师傅小心！我的葫芦啊！师傅，这炎重天十年没解开的封印，一下子就被您撞碎了。果然厉害啊！把你的屁股从我的屁股上拿开。师傅，这感觉不太对劲啊。哎，师傅，等等我。这都十年了，这炎重天是不是早死了？好像没那么简单。情况不对。这是炎老怪的真气遁形啊，现在是形神合一。我有个法子，就是把他的神打散，他的形就没什么危险了。原来这么简单。你去，师傅您。我生气了。
己的剑都丢了，你的万剑归宗就只能给人挠痒痒去。九剑啊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啊，为今之计，应该只有一个办法。师兄，掌门被燕重天困住了，
我们被燕雏殿困住了。师兄神功盖世，轻功天下无双。师兄神功盖世，轻功天下无双。哎，蜀山危难之时，无需多言。师兄，你踩到自己的香头了。我说这气怎么这么旺？哎呀，香火灭了。活死人这次和师父一起去剿灭炎冲天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呀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新掌门的继任大典？掌门，我这就去买鞭炮。别说晦气话，他二人的真气还有些迹象。师父这也是自找的，对付炎冲天这样的大魔头，还偏心带上了那个活死人。要是您去了，肯定手拿把钻。低调，低调。天下未乱，蜀先乱。先乱后乱，由我断。时值蜀山危难之际，我作为蜀山第一侠士。我理应捡起掌门之位。师兄，这招怎么没见过呀？你懂个屁呀你。看来师父师弟二人还活着，我必须派精锐部队去找一下。崔本师，张本师，你们二人即刻出发搜寻二人。是。快点，走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快走。掌门调遣。听候掌门调遣。叶如清，你说要买什么来着？鞭炮，我这就去买鞭炮。股长，别难过了，你的恩人都凉了。人总是会错过身边的美丽。就是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真着急嫁人，可以考虑考虑我们。我都行。白九娘说过，真正值得托付终生的完美情人，不仅要有从天而降的救命之恩，更要有御剑飞仙之飘逸，寒安送玉之貌，心系天下苍生之人。谁暗算我？我杀了他全家！你们几个差得有点远。是。
是有动静啊？哎，小声点。这就是吃人肉不吐骨头，喝人血不去腥味的八邪谷。师父让我找的剑心就在此处。啊！蜀山邪派！乡亲们，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！乡亲们，这小子是蜀山邪派的人，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！怪不得，原来是欺负老实人！聪明远扬，毫无羞耻心的蜀山邪派！啊！胡说八道！我乃蜀山正派，万千归宗。这也太甚，怕了吧？程德茂，把内裤还给我！在我八邪谷捣乱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！安然，刚才是谁下手最狠？你！我下手最狠，那我就更应该治好我的救命恩人，挽救我的爱情。我反对！这小子，他是蜀山邪派的人。他不仅闯入了结界，而且他浑身冰冷，心都不带跳的，没心跳还能活？比我们八邪谷还邪，很有可能是来投靠我们的。我同意叫。我倒行。这个男人我就定了，以后他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罩着。走走走走。要求过了一手，劲儿还是这么大。喂，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？明知故问，想什么呢？再往前。好，往前。我是说，你之前对我做了什么？哦，你都没有心跳了，是我救了你。胡说八道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心跳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一个像我这样让你心动的姑娘。这段情欲是一个剑圣的入门准则。什么准则啊？剑圣是什么？你少给我装傻！我师父可跟我说过了，剑心就在你们八邪谷，我只有找到他，才能打败炎冲天救师父。啊！什么剑心？什么炎冲天？乱七八糟！你就留在这儿陪我剑成剑生。如果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被雷劈死。本姑娘到底是哪里不好，让你犯这样的毒誓？铁肩担道义，拳上能战人，本领能走马，胸口碎大石，我哪里有缺点啊？你猜呢？
掌门，掌门，鞭炮，鞭炮买回来了。师父和师弟怎么样了？哦，据门下弟子来报，师父和严重天的真气呈互相牵制之势，若贸然进攻，可能会伤了师父，放出严重天。至于活死人，这回应该是真死了吧？好，师弟，你为蜀山牺牲自己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你咒谁死呢？师父呢？师父没死，和严重天互相牵制着。不过你这又摆酒席又点鞭炮，还担心师父？我看你早就迫不及待想当掌门了吧？我这是替你们祈福呢。掌门，掌门，你要的唱诗班请来了。蜀山救星成天浪，他为蜀山增光芒，若没废物活死人，他已早把剑圣当。剑圣当。师弟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八邪谷。八邪谷？八邪谷不是有结界吗？你怎么进去的？当然是师父给的护体真气。师父连护体真气都传给你了？师父交代，只有在这八邪谷找到剑心，才能打败严重天救师父。什么是剑心？你快告诉我。你连剑心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当剑圣？这师父非要我当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不是师父有难，鬼才找你呢。能耐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你自己找去吧。师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。这不是，哎，成天了竟然还看春宫图，哎，这春宫图好像还不错呀。哇！鼓掌。大侠，我要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你知道我是八仙谷最严肃的男人。你终于要考虑我了吗？我兄平吗？明剑辟心，神功贯刃，落谷八邪，若得剑心，万剑归宗。那师父的功力一定在这把辟心剑上，怪不得师父说他的万剑归宗只具七星。你干嘛？你们这帮臭男人！是不是找到剑心，你就会和我成亲啦？就这个破地方，哪有什么剑心？老子一刻也不想多待。你想不想多待，可由不得你。你要是敢乱跑，就会像那乌鸦一样，被剑雷给劈死。九娘为人矜持端庄，素雅本分，典型的大家闺秀。
关于他的真实身世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聪慧过人，武林上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事。你那什么老实的剑心啊，他一定知道。你乖乖在这等着，你要是敢偷跑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没有想逃跑，我就是想去小姐。小弟弟如此狼狈，要不要姐姐帮你解开啊？好呀好呀，那你帮我解开吧。姐姐，你好像解错了。这样对吗？姐姐，你这是如何？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鸳鸯，小弟弟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尽管去做吧。姐姐，我就想你快点离开。还没让姐姐疼一下就想走？那求你自重。无理的要求随便提，姐姐全部满足你。不要，不要推嘛。九娘，我能不能问你个严肃的问题啊？你问啊，姐姐向来不是什么都依你的吗？你知不知道剑心是什么？剑心？谁告诉你这些的？你预言中的完美情人了？我本来想着我已经是咱们谷最强之人，怎么还有人能有机会救得了我呢？他果然有着御剑飞仙之意，潘安宋玉之貌，更是心怀天下苍生之人。他在哪儿？就在门外。不是他，他是怎么冲破结界的？他身上缠着团金色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的竟然就能够穿过结界。只有无极老能够穿越界雷，难道他是老东西的小徒弟？你就告诉我剑心在哪儿吧。天意啊，李哥。嗯，这样的人我曾经也遇见一个，他要找的剑心会对你造成莫大的伤害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铁肩单道义，拳上能战人，单臂能走马，胸口碎大石。谁能伤害得了我？我才不放手呢。我就知道我劝不住你。把这换功服收好，保管啊，他对你服服帖帖。我才不屑用这种伎俩呢，我要让他心甘情愿地爱上我。喜欢追求高难度啊？那看来啊，姐姐只好亲自教你了。赵剑心是不是？就你属下正派，武林大名。赵剑心是不是？赵剑心，赵剑心，白九娘。原来是遁形术，你们八邪谷没一个好人。九娘说了，剑心就在谷里，让你好好找一找。我这么讲义气，你现在是不是对我有点感觉了？我要救师父。救了师父是不是就有感觉了？我要找剑心救师父。
找到剑心，救了师父，是不是就有感觉啦？我是一个要成为剑圣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产生感觉呢？哼，果然情义千金不敌回眸一笑，去死吧你！你们说说，武长为什么会被那小子蒙蔽了双眼？论武功，论样貌，我哪点不如他了？你们要是鼓掌的话，我和他，你会选谁？我让自觉。哦，我都选。你竟然也有贼心，我们就赌一下，看谁能先取到鼓掌，输的人要在护骨剑神前全裸跪地叫哥。那，护骨剑神，这就是护骨剑神，保佑我桃花朵朵，成双成对。保佑我出门捡钱大富大贵，保佑我这两天都遇到好事，显灵天天都有好事发生，平安求护骨剑神。护骨剑神，那这一定就是辟心剑了。我就说蜀山混蛋靠不住，还破坏护骨剑神。好你个九剑，竟然敢来偷我们八邪谷的大宝剑。这本来就是我师父的大辟心剑，我用它救师父，救天下苍生。这次我可不一样了，你们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，万剑归宗。就算没有大宝剑，我也一样收拾你们。上次谁打了我？出来单挑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指使的他们。有本事你给我过来，让你见识见识我这蒲扇大的巴掌，一巴掌拍死你！我，你为什么给我击掌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巴掌的威力有多大吗？我一巴掌打的你，我比也没。真剑怎么全部都没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蜀山真气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个好吃吗？你放心，我就是借了一点点你的真气。你这叫借吗？你这叫偷！整个八邪谷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，全都是我茉莉哥的，我还用得着偷啊？那你还给我。借是要还的，我那叫偷。你别那么丧气了，我还是给你留了点真气的，你御剑飞行、打打苍蝇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？那倒不必，我们八邪谷呢，向来赏罚分明，恩人偷剑那是活该被抓。身为谷长，我要是包庇你，那就没法混了。这个你可怎么样？不过念在你劈柴有功，奖你块吃的呀。那，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现在连重天马上要突破封印，师父危在旦夕，你还换了我的真气，我能趁机烤肉吗？去！大男人扭捏什么？肉不够还有，好好干，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裤子的兄弟了。以后你也是苦民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干活，我们才不会打你啊。我倒想找个日子，咱们把亲事给办一下，以后天天三顿小烧烤，多好。这个不行，闭嘴。师兄，前面不是崔门师和赵门师吗？我说老崔啊，怎么办事的？出去那么久，也不知道跟掌门知会一声。
回事？小心！被师父封印着，天炎神功竟然还有如此威力，难道连万剑归宗都对付不了他？不止万剑可以汇集精气，万剑归宗之上，蜀山还有神功。回去练好阵法，辟新剑就位，大业继承。这么说，我们还得靠那活死人？师父怎么把辟新剑的任务交给他呀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取到辟新剑的。掌门，你真的是那个废物啊！为了救师父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就算是把稻草人给拆了，我也一定要找到剑心。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已经快压不住严冲天了，你怎么还没取到辟邪剑？这八邪谷股民十分狡诈，我正和他们殊死搏斗呢。要不要我派蜀山弟子来支援？你们也过不来剑雷，过来也是死。你到底什么情况？不会和谷里的邪人打成一片了吧？你少操心，我自有妙计。你的屈辱，我全知道。妖怪呀！我终于出来了！打我！打我！慢点儿，是他指使我的，你可别乱说。就是你，哇，没想到你竟然也是蜀山派弟子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按辈分来说，我还是你大师兄呢。当年号称蜀山第一杀手的就是我。虎丫头回来了。恩人，喝碗虫草吧，泡了那么久，药效一定很好，很补的。还是算了吧。之前是我愚蠢，想着破坏你们的剑神，触怕邪骨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在这里安家立命，也未尝不可。恩人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你不是说找个日子成亲吗？我看就今晚。你不会又是骗我的吧？我都这样了，还敢骗你？山欢水啸，同贺新婚喜，地久天长，共祝百年好。有请新娘。还比你乐呵呀？你是你的假字儿啊？真好看，今儿真好看，哪天不白来？妈，大家多吃点啊！哎，多喝点儿。酒不能去咱们府衙呀，要是您叫我呀，我听着。要不叫我，咱家是趁咱们府衙的身段去的。红衣身上穿，余生尽是欢，一拜天地。好，太好了！父母虽不在，也要拜一拜，二拜高堂。哎呀！
夫妻对拜。是你们老板给泡茶喝吗？就这种事。送入洞房。大家可以喝酒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大家都知道，恩人来自蜀山，和我们八邪谷历来有仇，势不两立。一开始，大家都把他当成洪水猛兽，弱智白痴。多谢各位不嫌弃，接纳参进我们八邪谷。离哥在此替夫君多谢各位。好，喝喝喝喝，来，那我也喝了啊，大家都喝。我因为九娘的预言，一直以为恩人长相不凡，武艺超群，可是越相处越发现，他不仅剑术稀松，缠懒怂软，还总想在谷里搞破坏，和预言中的大不相同。可是我还是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他了，可能这就是爱情吧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都在酒里了。哎，来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哦，不醉不归。啊，哎，你们喝。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你竟然真的和我成亲了。这都洞房了还有假，赶紧进入正题吧。啊，这节奏有点太快了吧，我有点紧张。上洞房了，这是喝点酒。其实吧，要不是因为这七眼雷把我们都困在这八邪谷中，不然我一定带你去看遍天涯海角。海角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要看星辰大海。那就去看星辰大海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做了这么多努力，结果根本就没有什么披心剑。你看，连剑心都是假的，你师父又怎么会让这么弱的你去救他呢？走，回去洞房。我就算被雷劈死，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洞房。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骗你的，
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剑心。九剑，九剑，九剑，你回来！我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？你别再跟着我。可是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了，你说过你要带我去看星辰大海的。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摆脱你，我要去救我师父。你连剑心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去救啊？有命，我宁愿死也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身上已经没有真气了，你这样会死的。这是我的命，手你管不着。莫莉哥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也骗了你，九娘给的符咒不止一张。你别说话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带你去找九娘。我就知道你担心我。白九娘可在？离哥受了界雷之伤，快救救他！救他作甚？痴男怨女，可怜可怜呢。只要你愿意救他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不是一直都想找剑心吗？姐姐现在就告诉你一个找到剑心的办法，用一个爱上你的八邪谷妖女雪翠剑，便可得到剑心。当年无极老便是这么做的，杀了他。你撒谎，师父绝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比无极老强些，倘若刚才你真对离哥下手，现在早已人头落地。把人给我吧。九娘，我想求你件事。休想！我们八邪谷历来最讲义气。九剑功力尽失，冒着被剑雷劈死的危险，仍然想要救天下，这才是义气啊！不能那么自私。自私？救天下是那些名门正派该干的事。被封印在这儿，天下之大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封印？你在说些什么？所谓的护骨剑神根本就是个骗局。严重天已不是第一次，当年我也曾爱上一名蜀山弟子，被他口中大义所欺骗。他说我是他的心上人，却给了我心头一剑，用所谓爱人心头之血铸成了辟心剑，助他练成了万剑归宗。讨伐严重天，我们八邪谷也出过力，可到头来换来了什么？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天的余孽，甚至有个家伙追到八邪谷，号称要杀光我们全谷。那把由我心头血铸成的剑，却成了刮我们的结界。杯酒射剑，剑去雷霄。杯，酒杯，杯就是剑。
剑去雷霄，不是吧？这么简单？万一呢？剑的秘密一定就在碑上，赌一把。就算输了，我也无悔。救上魏玉，又在瞎搞什么？就娘的为苏爱之人，用心头血铸剑，我也能。哪有什么心爱之人？你手自作多情，快让我看看。你才自作多情！就娘说了，这把剑是关我们八仙谷古民的枷锁，根本不是什么护骨神剑，我们才不稀罕。拿着你的剑，赶紧滚！你伤势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我里应外合，搞到辟心剑，铲除炎冲天余孽。你说他无功，哼，为了救师父，咱俩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哦，对了，那天烧给你的典籍守了一夜。恶血祭刀，万血归宗，天下称雄。成天了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救师父啊。师父封印八邪谷这么久，不就等着今天吗？你疯了！师弟，你不会是已经被邪人蛊惑了吧？我得带你回去冷静冷静。把九境和邪人一并抓了。是。上。上。别动！带走。是是。哎，我也是蜀山派弟子。走，快点！晦气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距离丑时还有一刻钟，你们可以好好等。呸！对不起，这次是我害了八邪谷。那可不咋的，臭叛徒！蜀山派就没有一个好人。谷长看错你了。对，看错你了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你怎么来那么早？这都还没有到。我就是想先来蹂躏他们一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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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门说的对。快去开门。哦，开门。
成天浪，你不得好死，你的良心狗都不吃。你成天浪的后果，迟早被弄死。你死了，你棺材板都漏水了。你把他们都放了。你冲我来！我是救命，我就是救命。啊？你别过来！九。师兄，师兄，我的好师兄，没想到你的移形换影之术练得越发厉害。怎么样，蹂躏他们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？长哥，你敢冒充本掌门？师父，这小鸡还想做我九师父？救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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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快走！快跑！跟上！师弟，你若是放走他们，就是背叛蜀山与师父。如果蜀山继续滥杀无辜，那我就背叛到底。你们几个照顾好九娘，程天朗已经练成了万邪归宗，我必须赶在他去万剑冢之前杀死严重天。不行，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我也去。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们几个在这好好待着，我自己去。我也去，我要找无极楼，问个明白。这种小事还是我来吧。嗯，住手！你这分明是要连师傅一块杀了。那就看他的命了。堂堂剑圣永远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招式，师傅就是因为姓你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四号，四号，我邪，回头。
师父，谁呀？是谁？师父，您一直偏袒师弟，没想到杀死严冲天救了您的是我吗？黑剑的气息，万邪归宗，你怎么能练这种邪功呢？总是这样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现在来救你了都有错。我是说呀，你这一身的修为要背负多少的冤魂呢？这和严冲天有何区别？那您呢？以虚无缥缈的剑心为由，不授予我万剑归宗，我总得练点什么吧？到剑心，剑圣，师父，我一直是您最听话的徒弟，可是您从来都看不见。小的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也没有心跳，多好。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管有没有九劫，您都不会多看我一眼，对吗？您都不会选我当剑圣，对吗？九娘，娘，九娘，他就是跟这帮邪人厮混的无能之辈。等有一天我成为拯救蜀山的英雄的时候，他们只能苟且偷生。你，可是你可能看不到了，你永远都不可能。救娘，蜀山弟子们听着，前掌门无极老被严崇天杀害，叛徒九剑投敌求生，师兄力敌复仇，匡复蜀山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九娘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我好想你。想我？你背信弃义，把我们放在八仙谷这么多年。但愿蜀山各派都要将你们赶尽杀绝。我虽然身为蜀山掌门，但又无法扭转这种仇恨，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保护你。看来我还是错了，可
合，只能是无解更深。说得好听。你还不信我？我现在都成这样了。你送我的葫芦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视如珍宝，即使破碎，也绝不离身。师傅都保护不了。好嘞。你师傅一定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堕落的样子。我堕落？这蜀山盛世，天下太平，与我何关？全部都给老子滚！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九剑，我认识的九剑冒着被借雷劈死的危险，依然要救天下苍生。他只有酒没有剑罢了，老子也不喝了。你买单，我要去茅厕。怎么又是我买单？一买单你就去茅厕？我告诉你不行，今天必须你买单。你摔干嘛了？你买单。平日欠我钱不还，还要我买单？嘿，你这个王八蛋。这俩人怎么回事？我没醉。你别走。别走啊。行了，没问题。你买单。我要去上茅厕，你要跟着我吗？九剑。走，走，走。
酒终于醒了。我就从来没有醉过。这到底怎么了？炎冲天的天炎神功会影响人的心智，如果不能及时制止他，整个蜀山都会生灵涂炭。恭贺掌门剿灭炎冲天，荣登掌门之位。掌门，这杯酒我得敬您，您可是我们蜀山开天辟地的大英雄。正好借着天边彩云之势，我得为您赋诗一首。蜀山救星成天浪，他为蜀山放光芒，若非废物活死人，他早已把那剑圣当。今日荣登掌门位，天公作美降祥瑞，与您尊贵十分配呀、啊，十分配！啊！极老鬼纠缠了我十日，一招没打，却被你给干掉了，实在是不爽。希望你能给我找点乐子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打你一招就够了。碰不到我呀，剑圣！如果没有高手能够打败我，那么整个蜀山的人都会被勾起嫉妒之心，炸得和你一样灿烂。那可不行，总得有个观众啊。炎冲天！你的对手是我们。怎么会是你们？我这一身武艺练给谁看？打到最后都是一些连碰都碰不到我的。打到了，
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给你穿条花内裤！好疼啊！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还有什么招？你自己领受下。换功夫的厉害。快给他致命一击！手！啊！
跟我作什么对？看贬低之爱，不用千仞之恨。我等我心，剑锋剑心。